哇，至少应该没什么扣分呢。这民调又不是我做的，不，民调的解读本来就是都是事后去穿凿附会啊，这很难说明。哦，我不晓得。葛特曼的风波里面，感觉其实对您反而是加分的吗？不，至少应该没什么扣分呢。但葛特曼离台的时候，他说他并没有说你是波克，他只说你是米州妹，你可以接受他这个说辞？反正哦，既然告了他，现在哈，那就到法院好好说明吧。